8月16日，陈冠希晒出自己女儿早上7点多的照片，这张照片已经晒出，就立刻被陈粉们大喊画风有异。照片中蓝牙胖胖的胳膊和腿还算是最抢眼的，最抢镜头的是他的风中凌乱的头发。粉丝回复：“果然是我老公带孩子系列”，引起了粉丝们的纷纷点赞。从蓝牙的脸型来看，其实已经越来越像秦舒培了。蓝牙萌萌的样子与藤原浩的对比，让粉丝们看了大呼过瘾。陈冠希自从有了女儿之后，就成了好爸爸、好老公。他与妻子秦舒培在除了将事业重心放在潮牌之外，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。但你知道亲子博主陈冠希在带女儿这件事情上会被什么绊倒吗？梳头发。最近陈冠希晒出一组女儿在家玩玩具的视频，大概是秦舒培外出工作，家里只有陈冠希和女儿。视频中阿莱亚的画风就成了这样，很好，非主流发型，杀马特第一造型成功 get。不会梳头发真的是毁自己女儿形象呀，这到底是陈冠希的直男审美还是他的时髦审美，我们看不懂。